那个孙小爱真是不简单啊！知道你付出了，昨天特意来找我，管我要封口费。别看那样子清纯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警告你，你再说他一句，我给你翻脸。苏苏，我敢说，这个孙小爱拿了我的钱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来找你辞职，离开你的。 苏欣，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聊一下。那个，我接受叶朗的邀约，要去红喜家会当营养药膳师。所以，你要离开我家了是吗？嗯。孙小爱，你很缺钱吗？你在说什么？ 真的没想到你可以为了钱可以失去自己的底线。哎，苏欣，讲话不要太过分啊！我不就是换个工作而已，你有必要这样羞辱人吗？你对小薇好，对我妈好，原来都是你要赚钱的目的啊！你要钱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呀，我可以给你5万、10万，还是100万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好大的钻石啊！恭喜你！ 终于嫁入豪门了，你啊，当了个有钱人，恭喜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原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这样子的人。